昨天他们，昨天我一个朋友在买那个黑标，你知道吗？啊啊啊！哎，黑标加啊，当然卖几个，这样子刚刚包住了。水果细胞。吃饱了另外包好了，好也菜脯另外包，放五十油哎。这边是吧？有啊，我出来打包吃烧一家，爆浆。嗯，对，就我烧一家几斤。嗯。哇，那天那个虾饼啊 ，OK 了，这很好吃哎。整条街买不到一 kilo 啊。对啊，昨天呢、啊，整条街买不到一 kilo 哎。哇。慢慢的吧，很漂亮。记得要切啊，对啊，要切啊。啊 ，OK， 我知道，放在上面这边噻。谢谢啊。对啊。用心，好多就可以了。用心。啊。好不好？呀，老人家也不用心啦，再放个。你要什么安迪？我自己拿个包装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过价钱一样啊。好啦。啊，好，OK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安迪，我认识了，安迪，我认识了，怕我们麻烦。你要什么包装？要什么包装？啊，对。我等下还会开到完。哎，昨天不是比较好聊吗？现在还会啊？你去开恢复来看。没有，是昨天的事情噻。整个南北大道。今天还是昨天？是这样啦，正常啦。他们也是两三年没过年了，我们也不一样，大家还第一下呢。我是新加坡回来先打你们。哦，风扇量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啊，不要紧，你赶快，你赶快投出大赛了，不要紧。啊，我尽量三毛九分贵啊，真贵啊。不是，一起打也不能自己搞了。好的，全部压到完了，没有，因为老豆，我老豆买拿回来的哦，很小只吧？哎呀，不是，这个是这个小。